三九七八，四千零五百，四千零五百。两千零二十号，两千零二十号，2020，2020。谢谢。四千五百九十八号，四千五百九十八号，4598，4598。三千七百八十一号，三千七百八十一号，三千八一，三千八一，三千三百七十六号，三千三百七十六号，三三七六，三三七六。来，感谢我们的社区妈妈，谢谢。同志，我们现在摸好三台脚踏车，同志你来摸。三台脚踏车，好。好。注意哦，来上三台卡达车哈。八六一，四千七百五十号，四千七百五十号，四千七百五十号，四千五百。脚踏车哈，现场叫三次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换掉。哦，是哦，好啊，好。四七五零了哈。好，来。卡达车哟，有啊，几号？861有哦。861迄张来赠送卡达车，2037号，2037号，2037，2037。没有吗？有吗？有没有？那边我在会唱嘞，在是哪里？2037是吗？有呀。是吼、哦，那我们刚才摸2037吗？来是吗？一下是不是2037？啊，我们三台都摸出去了吗？没有，还有一张没有领。还有一张，来，没关系，我们就赶快。哇，今晚你今日真好运嘞，你为台北转来，安尼真好运，安尼中奖嘞。来，我们再摸一张。再一张哦。没有了吗？再摸一张，再摸一张。有吗？脚踏车嘞，861有无？有啊。啊，再来，苏哥仔，你踏踏车，我看看。4750有吗？有哈，4750有哈。有的话哈，有最头巾那个。哈，要不然的话我会就是要重复，我们会让你把机会。啊，那个861也有了哈。861有没有？有啊，脚踏车你走了哈。好。阿哥，哎，2037。然后我们下一个节目由我们的九天民俗技艺团，麻烦我们的成员准备一下。2037有无？2037有了呀，那三台卡达车拢上去啊。好 ，OK， 来，我们这个节目来，由我们九天民俗技艺团来，出来带来我们的齐天战鼓。哎、欸，我无力嘞，我即摆无安往后跑。好了，好不？让他下来哦。要快哦。来，高炮跑起来！来，精彩的演出，齐天战鼓。
九天后来帮我们摸个掌，来，电烤箱，好不好？电烤箱，舞台，来麻烦咱九天后，可不可以来帮我们摸个掌？喂。而且我们来感谢吼，那里哦，当时的特别来感谢一下那九天民俗那记忆团，而且来感谢我们的小神父那牛排，我们的谢家龙，我们的当时，感谢那英雄叫那委员，那林元良那当时，那总干事那林文鼎那当时，感谢那本身哦，那李丢那在高华那当时，来给提供那里九天民俗记忆团，而且来这边哎喏，现在精彩演出了哈。来，今晚有我们九天那个记忆团那个成员哈，来来摸彩一下。赠送奖品来三台电烤箱，电烤箱三台，三张。有你代表了对吧？有，就是你代表你上领导的。俺导人无，有你们两个来的呀？无啦，这就放三张，安尼无内容。导人，导人会，会叫你们下。来哦。咱的老人会，咱的会长无来，没有来。我叫你接了。对，来。啊，无来小弟啊，有请咱的老大。444号。哦，跟我讲唔对。444号。444。数，不是不明白哦。数嘞，他都爱数嘞。来三二四，挂起啦，恭喜啦！电烤箱，哎、欸，我物件拉个烘的吼，这个。